会叫人打点后事，唔使铺张。系，就唔咁晚翻皇后嗰度。皇上，皇上，臣妾跟今晚丽妃姐姐佢，唉，唔会有事噶，啊！皇上，皇上。娘娘，你以后都唔使担心家贼难防啦，啊？系你帮我除咗个眼中钉嘅。娘娘，点样借奴才啊？多谢啦。啊？你谂错啦，我本来同丽妃娘娘相安无事嘅，而家你竟然做出啲咁样嘅事。你应该反而多谢翻我，帮你掩饰先啱啊！如果以后你有啲乜嘢唔服嘅话，你一定要小心啲啊！你而家心入边肯定谂，呢个一啲武功都唔识嘅臭丫头，凭乜嘢咁大胆嚟要挟我？我只要用一只手指咋，就可以将佢压成肉酱，系咪啊？奴才唔敢。算你聪明，拣啱咗新主子。两琴择木而妻，奴才虽然蠢，但呢个道理都系明嘅。睇嚟你都系唔明我嘅意思啊！我系话，你只有跟喺我身后边，净系听从我嘅差遣，先至可以保住你条狗命啊！咩意思啊？当闯密室内嘅事，点谂都谂唔明咧。请娘娘明言。咁我就等你试下移花接木嘅滋味啦。想喐又喐唔到，想走又走唔到，妖月同连星嘅武功都系我级嘅，你估唔到啊你！娘娘要命啊！你害人无数，用尽千方百计想练成隔空吸功都冇练成，但系俾我练成咗，你点都估唔到，你嘅计谋同武功而家冇一样可以敌得过我，仲攞乜嘢嚟同我斗啊！娘娘要命，娘娘要命啊！讲，妖月同连星而家喺边？奴才已经将佢哋运去盘龙镇一个秘密嘅地方，冇人会知噶。咁样都好，就俾佢哋留多几人命添啦。等铁心兰生仔嗰阵，佢哋就好有用啦。娘娘真系神机妙算，奴才一定会配合。咁样就啱啦，只有咁样做，先至一只好嘅狗。唉，时运高，睇唔到，睇唔到，睇唔到，继续。做咩啫？预埋你嗰份啦，唔使预我嗰份啦。你最紧要唔好啊，食埋阿心兰肚嗰份，唔系，但系生出嚟咧，收条咸框惨咁啊，真系打你屁股啊我。你哋喺度讲咩？讲得咁开心。两个啦，唉，成日喺人哋面前咿咿泣泣，都唔惊人哋触景伤情。佢哋两个恩爱唔好咩？唔通你希望佢哋两个一日到黑嗌交啊？咪系咯，大哥，你都可以好似我哋咁噶。明明身边有一个人坐喺度，又咋唔知道？哥，过咗嘢算啦，人应该往前看。我就系向前看，先成日看到你哋两个喺度勾肩搭臂。唔所谓啦，得噶啦，你两个好，真系我好，我够噶啦，好够噶啦，快啲生添啊，生出嚟，等六爷奶奶高兴一下。做咩啊？一讲就生得啦？佢要踢我啦！等我帮你把下脉啊！寻日未睇过啦咩？美好日子就嚟到啦，我都系同你把多几次脉好啲。
真的很好啊！他身体一定很强壮，将来一定是个练武的好材料。阿英，阿英，阿英，帮我把一把。做咩啊？你都会生仔啊？系啊，我认真嘅，硬系觉得我呢一排咧，好似食唔安，瞓唔落，好似有啲事会发生咁，个心唔舒服。真系嘅？点啊？系咪死得啦？伸条脷出嚟啊！好啦，死就唔会死嘅，活得不耐烦啫。真系点啫？你系因为想做大伯，心急过头，所以肝热气促啊！只要苏哈一出世，你的病就会好的了。搞错，这些病症应该在毛缺身上发生的，为什么在我那里？你不是看错症啊？不过你不要说，这几天我都有这种感觉。什么感觉先？是睡得不好啊，吃得不好啊，还是觉得有事发生先？我不懂得说。总之心兰快点生，生了就什么事都没有了。冇我的命令唔准入嚟嘅咩？喂，娘娘，娘娘头先话俾奴婢听，叫奴婢半炷香之后入嚟服侍娘娘嘅，所以奴婢啱啱先敢入嚟咋。呢次我恕你无罪，以后你要小心啲。起身。系，奴婢遵命。我头先吩咐你乜嘢啊？娘娘叫奴婢提醒娘娘要准备一啲嘢。乜嘢啊？奴婢都唔知啊，不过娘娘要准备嘅嘢就多啦。例如话娘娘个肚越嚟越大，听年纪大嘅宫女话娘娘应该多啲休息，如果冇咩事就唔好成日出宫啦。睇嚟有啲嘢我系应该注意下嘅。嗱，心兰，快啲食多啲，如果唔系就系生我侄仔出嚟唔够肥肥白白咧，两个屁股我都打下。又唔系我食多咗，个细路一定会肥嘅。你再虾我老婆咧，我连你都打。哇，个仔都未出世喎，出埋世咪一家三口一齐对付我，仲有订棋嘅？咁都冇计噶，你唯有快啲娶咗苏英，今日一齐对付我哋啦。燕妃娘娘驾到，你哋喺度食饭啊？快请坐，不用客气的。无缺，我有些事要跟你说。你的大师傅和二师傅他们有消息了。他们在哪里？果然在柳琪手上。动